可以经常的做这个直肠指检啊，直肠指检的话，大家，就是不太重视这个检查啊。有的时候有痔疮的话，一定要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要做这个直肠指检检查，因为在中国人直肠癌的发病率很高，比西方人群相比的话，中国人直肠癌的发生率很高，而且70%的话，可以通过就直肠指诊来检查到啊，通过手指的。就可以触摸到这直肠癌，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经常的做一做直肠指检的检查啊，有很多就通过直肠指检就可以发现直肠癌了。